饭店点心主厨游永安双手利落的制作蛋糕，迎接母亲节，这家基隆五星级饭店推出两款母亲节蛋糕。首先是这款创新口味的法式栗子蒙布朗，香草蛋糕底加上焦糖核糖内馅，手工布丁及法国进口栗子泥，口感扎实，滋味浓。栗子的话，我们今年的话是采取，就是说它也是海绵蛋糕体，哦，啊，它的内馅比较特殊，当然我们又用焦糖馅，焦糖馅自己去炒作，炒好之后去拌鲜奶油，有一个比例在，去把它夹在核桃里面，哦，啊，焦糖吃起来那有点焦香味这样子，哦，啊，就焦糖核桃跟布丁。啊，上层就是我用法式栗子，法式纯粹栗子，去把它装饰上去。缤纷水果蛋糕则是以酸酸甜甜的夏日综合水果内馅搭配季节水果，内外皆美，是饭店的常年销售冠军。中间内馅有一种南洋水果馅，在我们基隆当地可能会吃不到，它里面呢包含综合水果，芒果啦、水蜜桃啊、杨梨那一些。哦，里面馅就是南洋水果馅，还有布丁自制的布丁，哦，上层哦就是水蜜桃装饰，有水蜜桃、奇异果、葡萄、草莓、杨梨。基隆最具规模的连锁烘焙坊则推出多款母亲节蛋糕，首先是这一款少女系的紫色渐层莓果花园，以进口乳酪制作的慕斯取代常见的海绵体蛋糕作为主体，加上新鲜的莓果泥与草莓酱，还有开心果及白巧克力点缀，好吃又好拍。今年温莎堡2022母亲节蛋糕，我们今年推出了浪漫莓果花园，主要是蓝莓慕斯和芒果酱，然后中间那一层呢是真乳酪，用澳洲袋鼠乳酪去制成，所以整体呢会比较浓郁，莓果的味道会比较重一点，但是整个也很清爽，然后是全家人都会喜欢的口味哦。另外优雅心情则是芋头抹面戚风蛋糕，加上莓果果干与浓郁细花巧克力装饰，再夹入100%的大甲芋头，口感绵密，甜而不腻。蛋糕体是用戚风蛋糕香草戚风，然后外层是大甲芋头，那内层呢也是一样会用大甲芋头的内馅，那它整体口感是比较扎实的。那侧面呢还有我们的布丁，那整体吃起来是鲜嫩口口，但是芋头不会太腻。烘焙坊的母亲节蛋糕只开放预订到5月8号，五星饭店的母亲节蛋糕则在5月底前都可预购，希望在疫情时刻也能全家一起分享母亲节蛋糕，用美味表达对母亲满满的爱与感恩。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。